妙，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暖暖，欢迎你来到奇迹大陆。孩子，感谢你的到来。哇，原来偶像剧都没有骗人，像终极时空一样的骗。啊，你说，奇迹大陆未来命运的齿，在启程前，这几件衣服是送给你的礼物。试试看，从十。去吧。果然表现得很好，虽然用心灵，可是女王怎么就消失了呀？等等，大喵，哦，就只是，哎呀，我只想，总觉得既来之则安。等等，你要换？我说这游戏有事吗？主角连主线任务都没接，随便个路人就嚷着要比试。我可不是普通路人，我是人称奥洛。你好。是的，快点开始吧，我要赶快打败你，因为我还赶着要去跑步呢。真好。哎，你好。好了好了，我是莉莉丝王国的波波。哇，波波你人真好。哎，我是不是该写？街道和一样的风。嘿，不不不，波波说的平行时空，呵呵，这种穿越时空的鬼。停，这话题。嗯，苹果联邦是通常都走在流行尖端。你，不然，暖暖。
波，他怎么说？云端帝国的女孩除了我和你说了又怎样？只有顶尖的搭配师才有可能。据说云端帝国在奇迹大陆的东方，是个类似……奶奶，云端风格根本就……这里找合适的布材。天哪，太过分了。Thank you.